提到价值观就不得不提到圣经，那一提到圣经呢，我们就要去看看圣地。迦南美地旅游公司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深度的了解。迦南美地旅游公司是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精而且是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同时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四月份就让迦南美地带我们一起去以色列玩一玩吧。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现在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四月份去玩不等于四月份才要订购，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广告赶快就打电话，现在就订购 AI News 的朋友有专属的优惠。那今天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行程第九天我们会去的地方。早上呢，在酒店享用早餐之后，一起驾车前往粮食之家伯利恒。一提到伯利恒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那当然到了伯利恒就要去参观耶稣诞生教堂，经由谦卑之门进入教堂。据说耶稣就诞生在教堂前厅下面的石窟里面。之后呢，我们还会再来到牧羊人牧场。那这个牧羊人牧场呢，其实是当时那些牧羊人就在这个地方听到耶稣诞生的好消息。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里面说到，说在野地里的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天使呢来报喜讯，跟他们说，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众天使离开他们就升天去了。牧羊人听完了之后，大家就互相彼此说，我们就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那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结果他们就急忙赶到伯利恒，就看到玛利亚和约瑟还有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这些牧羊人看见了之后，就把天使说这孩子的话给传开了。牧羊人牧场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也是基督徒一定要必看的地方。那么我们从牧羊人牧场出来之后呢，就会去昆兰，这个地方就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参观。下午就会驱车前往世界著名的死海，那晚上呢，我们就会在死海旁边的豪华度假酒店享用晚餐，而且过夜。旅游这种事儿真的千万千万的不能等，现在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这个节骨眼真的没有那么多人。约旦和以色列以前真的是人潮拥挤，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经典的景点，要是参观就得先排队等，现在不用排队，大家赶快报名，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旅游的人没有那么多，把要排队花的时间完全的节省在参观上面，大家好好的去玩一玩。而且整个过程呢，都是由基督徒跟以色列当地的专业的导游来解说，按照圣经的记载来到真实的场景，讲解真实的事件。现在就是去圣地旅游的绝佳时机了，迦南美地为大家安排的绝对都是精心挑选的酒店还有餐厅，保证这一趟行程吃好玩好。迦南美地呢，也给我们 AI News 的观众朋友带来非常特别的优惠。 AI News 观众朋友只要打电话去报名，跟他们说，哎，我们是看到 AI News 看到你们的广告，直接减免$100。大家可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来赶快报名参加。就有蛮多人问我们说，哎，你们怎么凑到一起的？问我俩说你俩是一个教会吗？我俩说不是。对，我们凑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 Paul 长老的关系，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呼召说他想要做一个新闻频道，然后要让我们一起来去做这个，然后希望年轻人可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那AI News 成立真的是一个神迹，我记得我们的公司就是我们这个从AI News 自己出来独立的时候，刚好就是在真道灵粮堂晨祷会那个礼拜聚会那一次。对，那听到 AI News 的时候，就是要被断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震惊，就是心想说神的事工还会烂掉啊？那当天晨祷会的时候就要 sign up 今天的 schedule， 那天那刚好就是我们首次以 AI News 的身份去参加。对，那我就在挣扎说要不要帮末世先锋 sign up 明年七月的晨祷会。结果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施工会不会到明年的七月。你看我们是多么小心的人啊。我们其实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圣经上面说就是信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每年在数算我们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很少，而且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常常很努力的一直往一个方向去走，走得很吃力、很痛苦，然后很不快乐，然后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却过得很开心，我们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使命的，神是有给我们我们在地上应该要完成的任务的，而且我们要尽力尽心的去依照神的方式去完成去做。所以说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News 目前的这个还是开始阶段，那我们都还在成长，我们都还在学习，还有神是怎么样让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其实非常，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我们现在的工作。是。然后我的牧师 Jackie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问过我一句话，就是当时我是经历离婚、失业，然后我的狗还死掉，在我的人生低潮当中没有目标的时候，我的牧师问我一句话，他说：“什么事情是就算你没有钱，你也会继续做下去的？”那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个神经病，我觉得。基督徒脑子都有问题吗？没有钱做什么事情？但是当我读完圣经之后，当我知道说这个世界有个造物主，而且他有一套律法，然后他才是真正制定对错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就算是没有钱，然后生活过得很苦，我也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就是要把我认识到的福音传出去。因为这个神实在是太特别了，我第一次知道说十诫是什么，我第一次知道背后的含义，我第一次知道为什么基督教的神要给我们这样子的律法。例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圣经，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上面写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我当时觉得说这神怎么这么小气啊，拜了别的神又怎样，对不对？你去日本拜个神社会怎样吗？而且你会觉得会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对，就是当我们是无神论的时候，我也听到这句话我当时特别生气。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没信主之前我是非常恨基督教的，我是非常讨厌基督徒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听到这句话，我想说基督教怎么那么霸道啊？对啊，你说信佛的人家说了吗？说你别的不能信，嗯，哪个都没说，就基督教说了，嗯，大家神堂都处得蛮好的，对，就是都在天上，然后可以到处去串门一样，对，就是我管你是哪个国家，反正大家都关系融洽啊。为啥这一个就是起刺儿的那个，然后就是跟大家关系不融洽的那个？我在第二次读圣经的时候去深圳查经，其实是第一认真的，是之前那个是没有在读了，我才那时候才知道，就是只有一个神就代表人都是他创造的，就代表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但同时也代表就是所有的人必须要遵守一套律法。因为如果说有别的神的话，人就可以跑去说这个是你的神说的，我的神不是这个样子说的，我的神告诉我说我是高级人，你们都是低级人。就像他们的神或许在说穆斯林是高级的，你如果遇到异教徒的话，在他们转身的时候可以从背后杀死他们，女人是男人所有物，女人要闭嘴，对男人要毕恭毕敬，小孩是所有物，如果他在肚子里的话，你如果不想要他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杀死他。我才知道神原来是要呵斥这个样子的事情，才有一条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气的律法。所以当下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重要的讯息放到网路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懂。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 YouTube 的事工，叫做 Project Hit Christian， 中文叫做颜值攻略。目的就是想要用我能了解圣经的方式来去解释圣经，来去跟大家讲就是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很笨，我很固执，如果我认为说，如果说我都可以看得懂的话，我都可以看到这些奥秘，我可以看到真理是什么样子的话，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看得懂，只要他们愿意去看。后来呢，又因为选举的关系加入了末世先锋，然后开始了 AI News 的事工。我知道说这个是我想要做的，这个是我的呼召。那这个就是当时 Jack 问我 ，Jack 牧师问我说，没有钱你还愿意去做？这个就是我的答案。那因为之前已经做了 PhD 做了两年了，所以说当我现在在看新闻的时候呢，我更可以用圣经的角度去看，我更可以看到每个新闻背后代表了什么。然后我做 PhD 原本是要传福音，然后想要
让更多人了解圣经的。结果原来神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来装备我，让我可以更能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在未来的路上可以更得心应手去完成神给我的任务。那这就到了这个 AI News 被断资的时候。 AI News 会断资其实不是因为后长老不想要做的，很多人问说，哎，你们为什么出来的不利用？千万不要误会啊，对，后长老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跟那个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对，那是因为目前政府的政策，然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整个货运还有物流，整个洛杉矶的这个港口乱成一团。我们的新闻有报道，后长老有太多事情要处理，而且资金全部都卡住，然后利润全部都被物流吃掉，所以才会跟我们坐下来讨论说 AI News 该怎么办。是，那后长老当时问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办的时候，他也是同时也是在挑战我们敢不敢去接这个事工。他告诉我们他当时创业的例子，他说他创业了好几次，失败了好几次，但是他知道说这个是他的护照，所以说他继续做下去。他说年轻人不要怕失败，不要害怕风险，要不断的装备自己，面对挑战，神一定会使用勇敢面对挑战的人。然后而且他还说，神如果要做事的话，谁都挡不住。如果说你不去愿意去做的话，就是这个是不是你的护照的话，就是看你愿不愿意继续做下去。如果一点小挫折你就已经放弃了，那有可能这就不是你的护照，或者是你可能是把你的1200埋在土里，或者还没有准备好了。 Yeah. 所以当时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哭。Yeah. 现在一想感觉还这个蛮那个什么，当时感觉特别 emotional。对，我在办公室里哭，就是因为你要纠结，就是我们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们特别喜欢做的东西。那他以前是服装设计师嘛，我以前是在电视台里面做主持人。我们想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就是所谓的世界了，就是我们不做施工，我们也可以回去找工作了。你一听就知道，服装设计师跟电视台主持人，大家都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左派有多少。全是左派。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感谢后长老来给我们这个机会，对，召集我们来开启这个施工。如果没有后长老踏出这第一步的话，就没有现在的 AI News。 不但这个样子，他还继续让我们使用末世先锋的这个办公室来录影，免费的让我们在那里享受空调，对，然后享受那个水，然后享受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公司在听我们，没有向我们收一分钱。对，然后厕所的卫生纸他都包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感谢，然后他回应了神给他的呼召，然后来召集我们。是，那我在做 PHC 的时候呢，有问过一个基督徒生意人，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来 sponsor 我去做这件事情。就他说我是赚了钱才去资助我的事工的，你没有赚钱你去传什么福音啊。但是我很固执，我持续了，所以才有机会在这个 AI News 的团队里面。所以当 AI News 说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三个开了个会，就跟他刚说的一样，在里面就是我没有哭了，他哭。有点打击，心里有点脆弱。就是我们三个人开了会，最终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继续做下去。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们现在做事情是不是重要的？我们的声音是不是重要的？我们的节目只是带给人欢乐，然后看着荧幕笑一笑，还是说我们做的事情真是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我们是跟很多网红牧师一样，为了要吸引年轻人的眼光，讲一些很肤浅然后讨好人的主题，还是我们是真的在说出跟圣经相符的事实来改变我们的时代？然后我们的事工是跟那什么成功神学的牧师一样，在那说信耶稣赚大钱，还是说我们是在跟圣经里面的先知一样，就算很难听，就算很令人反感，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说现在真的在发生什么事。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可能会让人很多人其实觉得被冒犯到啊，就不管说我们的观众也好，或者是很多保守派的基督徒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呢，有些话真的是不得不讲，因为说实话，很多时候大家不敢去挑战很多带刺的问题，尤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牧师很难做的。那牧师才不是在教会里呼风唤雨，人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很多原因，大家有很多话不好讲，但是我们好讲，我们不怕骂啊。而且我们那个最近这一年多，心态也调整的挺好的，因为基本上听骂啥的都有了，说还有就特别抬举我们，说我们是假先知、假教师，我们够不上先知，够不上教师了。那对，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听了之后也会觉得，就是说哦，希望就不管是说网上的，还是说我们现实中认识的人，在我们讲出这些信息的时候，可以冷静去思考。而不是为了反驳去骂人，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说我跟你吵架或者怎么样，是真的希望让大家去思考这方面可能以前你没听过别人讲的，或者你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是真的可以花点时间。你觉得你说这个观点是不是对啊？去跟神祷告一下，或者你把圣经翻一翻，看里面都是怎么说的，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他那时候还就是因为某些留言，然后还哭，然后有一天就是这边那时候他就不开心。然后问他什么，他说网络上留言，我留什么，他说那个男的长得比女的好看。这个留言可能是所有留言里面我觉得让我最难过最不爽的。有人说这个女生啊，化妆化的不好看，还是素颜好看。然后有一天呢，素颜出镜了，有人说我的妈呀，这个女的化妆怎么那么难看呢。然后还有人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都涂很厚的粉了，化妆上镜，我化了那么厚的粉，下面有人留言说哎，这个男生怎么比女生的皮肤好。最终祷告结果就是我们觉得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想要当个网红，然后为了流量来讨好世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而且是传达符合圣经的知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翻转这个时代，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翻转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跟牧者喊话，然后帮牧者祷告，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传达事实。所以说我们这个频道一定要继续做下去。那一开始是非常可怕的，创业过的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或者是教会人，我们今天第一次在成长会，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害怕。那对啊，我超紧张的。是吗？我这昨天晚上基本没睡觉呀，我。真的，我不开玩笑。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因为我一紧张啊，我就想吐。然后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好想吐，但是我现在不想，我现在感觉非常好，感谢主，感谢大家，谢谢主。那我紧张比较肤浅啊，我一开始紧张就是没有钱。而且在疫情当中，那Felicia原本是在2013年已经做得好好的，然后被挖角过来做副探，然后呢，工作其实不是很好找，更何况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右派的、保守派的、基督徒的频道，其实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是不太受欢迎的。那个时候我的情况是我刚生完二胎，我原本就已经很穷了，小孩的开销即将增加一倍，保姆的费用、奶粉钱、尿布要买两份。然后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害怕的，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我很有信心。虽然我们的订阅才几千个人，虽然看我们的节目的 人也才几千个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会活得下去，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因为Paul长老的人脉的关系，我们真的已经做到了打进教会这件事情。这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难做的，我 PhD 做了 好久，原本只是想要就是 给教会的小组使用，或各个教会的小组使用，但就是完全没人理我。好惨。对，然后呢，不但这个样子，周一方牧师还让我们每个星期三参加清晨六点钟的这个晨祷会。对，晨祷会如果有人在看的话，每期清晨六点钟，大家好。对，让我们分享，然后呢，而且我们也参加过了非常多次这个。东区的这个晨祷会，认识了很多牧师、很多牧者。我们每一次来，都遇到更多的我们需要认识的人，还有更多支持我们的声音，还有我们的观众，还有我们的目前留言状态都还是不错的。而且经过加州的大选，还有经过总统大选，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基督徒的这个团体，还有教会，
起来组成的祷告会，参与在政治还有这个改变生活的这里面，对，然后使用教会的力量来改变人的心态，然后真正开始去传达神的律法。所以说这让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决定我们可以开一个会员系统，让我们的观众来支持我们的新闻。因为正确的价值观在政治里面是必要的，神的价值观在生活里面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当基督徒不能只在教会当，我们的频道可以让人生活更有盼望，而且更精彩更丰盛，因为我们在传达的是神的价值观。那目前呢，我们的频道有超过大概7000个订阅，还没到10000，所以说还是有点。大家继续加油啊！那个帮我们把频道转发出去，然后让教会里的大家可以来订阅，然后可以来观看。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蛮不错的，就是我们现在每个影片大概都有1000多个观看量，这个是照以前的那个是进步很多。对，而且1000个观看量是很困难的。你知道一个牧师在一个会堂里面有1000个人听他讲道，所以我很多时候想到我就很亏欠的，我想说咱俩是谁呀、啊？是吧？何德何能啊？讲一直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网络的力量，但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大家一直都在观看网络频道，大家一直都在支持我们，还帮助转发，这是大家很多的功劳。是啊，说实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还是非常危机的。我们三个人每个月都还是在自己掏腰包出来维持这个事工，每个月透过会员的捐款，我们只能收到大概一半我们三个人的薪水。那我们每个人一个月大概有1500块钱左右，纯粹是来付房租。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笔奉献，每个月大概差不多2000块钱左右，可能是最近就是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每个月都会有某个人，都是不同人，而且都是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对，就是突然跳出来，然后就说，哎，就跟我们联系，然后说可不可以给你们奉献？很酷，我们有个留言，然后说我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你？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把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接起来，然后就说，哎，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我希望我儿子跟你们一样。然后我说我可能比你儿子大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儿子现在就在玩滑板啊，去教会他也不好好听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请你帮他祷告或者怎样。然后我就帮他祷告，之后他就真的是就是无缘无故的捐了大概1000块钱给我。所以说这样子的神迹真的是常常发生，真的感恩呢、欸，真的感恩，每一个月都会跳出不同的人这样来帮助我们，然后这样持续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事儿，之前好像还没太在意，突然有一天发现说，哎，好像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人，我们就啊，然后就感谢主，对，那就是很多人特别出来支持我们继续做这个事情，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有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很多人说我们在浪费时间，很多人说我们在瞎忙。甚至有基督徒就是对我说，就是我就不相信你两个女人长大之后会听你那一套，什么神的律法，这很可怕的。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相信律法，很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律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我们期待神，我们期待神来翻转这个时代，来去除这个时代的罪恶，让他的国在地上可以完全的彰显。我们也知道神不会让我们饿死，我们就是要有信心的继续做下去。就跟列王记上18章那个地方，以利亚用12块石头在沙漠那个地方建了个祭坛，然后让众人拿4个桶子装满水倒在上面，一次、两次、三次。他们是在旷野里面，他们其实是拿他们自己的水袋里的水去装，放在这个桶子里面的。好像就是以利亚在问他们说，你们想看神迹吗？你们想要看神的大能吗？如果要的话，就把你的信心拿出来，把你这些让你生存的水倒在这个石头上面。还有就是以利亚在逃的时候，乌鸦飞过来拿东西给他吃，他可以继续活着去战斗，继续的把正确的道德观传达下去。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事工可以活得下去，我们相信我们只要继续在传达神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改变现代的年轻人，而且我们一定要改变现代的年轻人。是，而现在就是最好改变这个时代的时刻。年轻人比较叛逆，
年轻人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比较冲动。左派利用他们这样子的特质来改变了美国整个风气文化，对，让他们起来反抗父母，让他们起来抵抗体制，然后促成了各式各样无耻而且没有道德的法案出来。当我们看到美国几个大城市，洛杉矶、纽约、旧金山、芝加哥、佛罗里达这几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但是我们还是充满盼望，因为现在就是连父母都开始支持左派理念的时候，父母开始支持同婚，父母开始支持堕胎，父母支持废除警察，支持支持小孩变性，对，然后支持种族歧视 CRT 这样的法案。哎，你都有一个朋友是不是生孩子他还是基督徒，说我们不需要去告诉这个小孩他自己的性别是什么，这就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年轻人，可能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20末尾30出头，生了孩子，基督徒啊，他说我不要去限制我小孩的性别是什么，我不要让他自己去感受，让他感受他的性别是什么，他可能是男，可能是女，可能是男女都不是，反正现在左派发明出来100多种性别，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那我们作为这个组织，甚至父母，对啊，就是父母对自己小孩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理解。你说那些像左派的老师好了，他去告诉那些小孩，那些小孩不是他的孩子，虎毒不食子嘛，对吧？但是现在哪怕是可能父母都是正常跟男生结婚的，然后怎么样，但是他要告诉他小孩，他现在就是看着现在市面上的那些东西，他说你去感受你的性别是什么，不要限制你自己。所以说你看到我们现在父母还有我们的学校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的风气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们应该要利用年轻人的叛逆的时候，他们的叛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那么冲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不一样，他们可以有正确的价值观，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对有错的，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变得不一样，他们没有必要要跟上一代一样继续被左派控制，跟那些人一样，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可以支持正义的，告诉他们他们是可以了解圣经的，告诉他们他们有义务要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告诉他们说他们活着是有目标而且是有意义的，有一个神创造了他们，很爱他们，他们是有目标的。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请刘港牧牧师来帮这个世代祷告，然后请神亲自的来翻转这个时代，兴起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代到那代，从地级到地级，从列国到列邦，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好，我们来感恩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兴起 AI 牧师，你兴起医生斯曼，主啊，他们这整个团队，所以主说，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说我们也真是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说，谢谢你，说借着他们来提醒我们，说这一代的年轻人，说已经被仇敌好像吞食、鲸吞蚕食，慢慢的吞食掉。阿巴父啊，求你来兴起每间教会，说要起来得着这一代的年轻人，主啊，求你也帮助这一代年轻人再次的主啊被你得着。主啊，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复兴都是从年轻人开始的。主啊，所有的改变，包括国家的改变，都是从年轻人开始的。阿巴父啊，求你再来重新得着一批爱主的年轻人，主啊，真实的被你得着。圣灵，我们在这里来祷告，主你必然来成全。主啊，特别我要来为 AI News 来祷告，为医生、为斯曼还有他们的团队来祷告。主啊，若你许，你大大的使用他们，主啊，让这样的一个频道不是只有1000多人在看，是10000多人，是10万多人，是100万人，哦，主啊，1000万人，主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主啊，他们的生命被翻转、被改变，主啊，被吸引。主耶稣，主啊，如同医生他刚刚所分享的，主啊，他们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重新对齐你，再次的认识实践，再次的认识圣经。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福音能够一代传一代，一代接一代。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大家好，我是大 LA 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老友伙伴们，敬祝大家新年蒙福！我是周一方牧师，
怎么认不出是我了？三十年前我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至于现在嘛，那就别提了。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将于2022年2月中旬举办一个别开生面、前所未见的线上虚拟综艺活动，名称定为神奇春晚迎佳节。因为不久就将迎来三个佳节，就是春节、元宵节和情人节。当此氛围，我们希望同胞们无论是身处冰天雪地或是疫情家居，是教会团体还是小组团契，都可以借着这个晚会在网上和亲友们一同观赏。内容包括有虚拟剧场、原创新歌，真是你当成算的，他并没有退却我的道路，秋天诉说你的荣耀，感谢有你，感谢生生不息的生命，人都让有福了，因为他们美梦延续。仿真人物，大家好，我是核桃市的市长秦正国。我是王维忠牧师。大家好，我是刘沙伦。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香海。 Avatar动感劲舞，放下手里忙不完的事情啊，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住我的神，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本活动截至目前已经获得20个企业团体及教会的机构支持赞助，欢迎教会团体或是公司行号一同共襄盛举哦。联络资讯请见以下。祝大家佳节愉快。